因你而动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音乐风云榜，我是 XO 的泪。是的，今天有钱买不到的礼物是来自于 TFBOYS 魔法城堡。想要这张礼物的朋友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。那么在节目最开始，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娱乐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依旧好听好看的音乐风云榜，我是代班主持雷张艺兴。是的，最近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巴西世界杯了。巴西世界杯跟我们节目的联系，除了有很多好听的世界杯主题曲之外，还跟一个人有关，他就是在本届世界杯上惊喜亮相的美国唱跳天后 Jennifer Lopez。 究竟这位驰骋乐坛的天后有哪些过人之处，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呢？乐坛传奇人物志马上告诉你的。好了，看完今天的节目，又到了粉丝福利的时间。今天的问题是，在本期节目中介绍的乐坛传奇人物是谁呢？如果知道答案，赶紧登录音乐风云榜官方微信参与评论，说不定手中的这个礼物就是你的咯。今天节目就到这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巴西世界杯除了跟我们节目有很多联系之外，当然是有很多好听的。这个人就是在美国奥运会，我怎么老想奥运会是怎么了？ Jennifer Lopez， 我的对吗？好像 Jennifer Lopez， 觉得我说的话好像错了一样，这话。